见过欧式装修的楼梯，那你有见过这样子欧式装修的楼梯吗？楼梯呢是做到了16.8米的总高，踏步的长度也做到了148，所以就算是两个成年人并肩齐走也不会觉得拥挤。重点是旁边的雕刻，我们以地中海耿少爷的图样设计，因为耿少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，它象征着克服人生的障碍。再看看金灿灿的楼梯扶手，一样少不了耿少爷的元素。楼梯可以快快走，但沿途的风光不能错过。中间的护墙板不仅全是老矿沙安娜雕刻，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，就连抬头都看得到纹样雕刻，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处风景。我就这样说吧，不管你在这个楼梯上的任何角度拍照，都是手机壁纸直出的效果。只可惜啊，楼梯扶手还没有完工，水晶吊灯也看不到全貌。你能想象保护膜揭开它的模样？